机器人除了工业应用减少人力成本之外，您知道机器手臂现在也会调酒了吗？最近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研发出用手机控制机器酒吧，让顾客成为自己的调酒师。而最近也出现了一款新酒杯，让太空人能够在外太空用杯子品酒，是不是很酷呢？机器线路运动灵活的机器手臂，但是制作的却是一杯调酒，这您能想象得到吗？一个由意大利公司所设计的机器酒保给酒吧业掀起波澜。这套系统是由工程师卡罗拉蒂参照一名真人调酒师的动作来设计这些机器手背的动作，并且于今年米兰世博会中首次展出。酒客可以透过他们的手机控制这个调酒机器，并且亲眼目睹调酒的制作过程。这台机器还可以调和超过40种不同的饮品组合，而且酒客可以在这之后给这些调酒进行评价。另外，您曾经想过在无重力状态下一体状态的酒还是平常我们看到的样子吗？来看看这个在无重力状态下由机器将酒注入酒杯的画面。这个杯子是利用 3D 列印技术制造，它的运作方式是把威士忌酒封在一个基座里，并且在杯子的中间还设有夹层，以免酒从杯中流出。品酒者要把嘴对上杯嘴，它的作用就如同一根吸管，然后从内含螺旋状空心管结构的杯子中啜饮威士忌。看来未来在无重力的太空中品酒可能也不成问题了。